Cheers， 紫片啊 ！Welcome to blockchain。新闻报道时间又嚟啦！12月11日 ，Nasdaq 上市公司 MicroStrategy MSTR 宣布完成咗发行价值$6.5亿嘅可转债券 Convertible Senior Notes， 将会用嚟购买比特币嘅。根据1933年修订后嘅证券法第144A 规定，呢一啲债券系以私募形式出售俾合格嘅机构买家，亦即系话 MicroStrategy 计划出售证券之后嘅净收益$6.349亿都会系由机构嘅买家嚟购买比特币。咁大家又可想而知，比特币嘅价格会系几多呢 ？Cheers。今日要同大家介绍下呢个 all time favorite 嘅 strawberry gin。可能有啲朋友仔，尤其是女仔，都已经有留意唔同士多啤梨嘅 gin 酒啦，又或者所有士多啤梨嘅产品都系女仔嘅最爱噶啦。咁我都有做过一啲 strawberry tasting 啦，大家都知道我好中意食士多啤梨。咁今次我就拣咗呢只 strawberry gin， 个牌子系 Wint and Liller， 系啦。咁佢係 London Dry Gin 嚟嘅，今次想同大家試呢隻咧，都係因為我覺得就咁飲都幾好飲。另外一個特色我好中意嘅就係，除咗佢係用咗5次嘅 distillation， 蒸馏咗5次，用咗10種嘅 botanicals， 所以佢都相對嚟講比較特別。再加埋佢有一個 step 就係佢加咗最 natural 嘅 strawberry flavor 入去，咁大家係真係會聞到。嗱，個 stopper 已經好特別嘅啦，就係嚟用翻好似以前嘅 pharmacy 咁樣啦嘅 stopper。咁咧，你一開嘅時候咧，已經係好香嘅士多啤梨味，聞到都覺得開心，但係佢又唔會過甜喎。咁所以我都會想特登用翻隻櫻花杯啦，因為我覺得佢哋好夾嚟同大家做呢個 tasting。個 stopper 真係好靚，其實就算係。飲完之後擺喺屋企做一個 decoration 咧，女仔都會幾中意。咁你會見到啦，嗱佢隻顏色咧已經係一個好靚嘅玫瑰顏色。咁聞落咧唔會覺得佢太甜，因為都會聞到啲 herbs 嘅味道，非常之 elegant 嘅一隻酒，就咁飲都係好飲嘅。而同時間佢會帶到你一啲好好 lady 嘅感覺，好清新。咁我哋如果话要做啲 variation 嘅话咧，我谂可以加冰。我哋试下加冰先，等我等。我等咗好耐先至等到粒冰溶咗，溶咗啲，摆到粒冰落去。因为我唔想用碎冰啊，我觉得30几度咧，话多唔多，话少唔少。但如果用碎冰，可能会 cover 咗佢本身嗰个味道，因为始终佢呢个系有士多啤梨味，所以太淡嘅话就唔系咁好。而我头先咧喺等嘅时候咧，我谂到啦，如果大家想好奇知道话咁可以点样搭配嘢食咧，我会好想试下嚟夹 Indian food， 咁单都几好食啊。然后个 chili taste 应该同呢个都几夹。如果咧加咗冰饮咧，可以闻到个士多啤梨嘅香味嘅同时间，其实都饮到嗰种elegant 嘅感觉。嗱，男士们就要听清楚啦。如果你想请女仔饮嘢咧，我觉得呢一支酒咧就一定系唔错嘅选择，因为饮得好快，好容易饮，好容易入口之余咧，其实都系成37.5% 酒精浓度噶。咁如果话去到最后咧，我觉得饮完个 finishing 咧系酸酸咪咪啦，唔甜嘅，绝对唔系甜嗰种，因为佢系 natural 嘅 strawberries blend 咗入去，咁系酸酸地又几开胃，所以系饮得舒服嘅。Cheers！ 如果你哋都中意饮酒，而有好多酒友嘅话咧 ，like、share and subscribe my channel。Cheers！ 我发觉咧，士多啤梨呢样嘢咧系一食就停唔到嘅，所以咧我决定咗一次过帮大家做3个 strawberry tasting。咁第一个咧就系红本嘅谷池，大家睇下参考一下啦。tasting 好味，多汁得嚟，都好结实。试第二款啦。
另外一個咧都係熊本嘅，熊本嘅夢未來，熊本嘅夢未來咧就會係爽身啲，甜就少啲香味，主要就實心少少同埋甜。第三款咧就係、是、都好受女仔歡迎嘅淡雪。淡雪就大家知道百事多啤梨咧就係、是、好香，但系就冇咁甜。我發覺咧今次呢個淡雪咧一樣咁香啦，但系比上年甜咗。今年嘅百事多啤梨好食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